哪种植物能提高室内含氧量？以下哪一种植物能够提高室内的含氧量来改善失眠 ？B， 因为我的搭档潘兆文小姐，她在我们公司是绿手指，未来有室内的清净空气机之称。还有什么其他植物吗？你为什么问一个我不会的呀？那你就是虎兰了嘛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